放兜里了啊，6块钱。嗯。你把你那个啥拿走。啥呀？啥拿走？充电线拿走了。草房 A 口。A 口在哪边？路南还是路北？路对面，现在团前街的对面。不对吧？那他往燕郊去，他妈的怎么上路对面去了？那块可能是个大集中营。集中营？贝多美对面。那你能找着魏多美吗？你找着魏多美还找着吗？咱排着呗。8点半。嗯。那么大排着。那点人多哈，你交完钱了是吧？交了，不交钱你怎么走？那就跨过去，一笑就过，不行。伤害了我，你笑了我。咱是不是也能停这附近？那在这停，等一会儿就行。等一会儿还有。没准能拼一个到通州的呢。你得下去喊。哎，到通州多少钱呢？有没有拼啊？20啊。哎，你开个顺风车呗。我那没。你开顺风车30多一位呢。在那手机上，还没注册好，差点去。就那个滴答顺风车吗？现在。滴滴不行了，滴答。你伤害了我。拉到通州30多一位，多赚钱。哎，笑一个。王志和跟我说，他从外面借了30多。那他还挺厉害，我都借不了30多。然后他自己又赔，又放进去40多，一共现在70多万没了。就是这么残酷。